就是昨天挖的红薯哈，这里有4、5条吧，差不多。然后今天拿来做红薯淀粉了。啊？哦，因为这个机子发现这个电机没劲，又换一个。哎，换酵母给它。哎呀，其实那不电机换脚给找乱了。把很卷都搁那录，那肯定买的没啊，就皮带也没跟他那谁刚偷啊，没去。养只小能不能？那这条哪啊？乖啊，这不讲小啊。这刚打出来，这个都是浑的，要换几次水。把它放这个桶里面，要它沉淀了，然后再换。现在已经榨完了哈，然后明天给你们看一下成品。等到明天早上把这个水换了就可以了，每天都换几次就可以了。那这个明天早上可以换一次，然后又把那个沉淀的搅拌，搅好了，让它又沉淀，换个4、5次。就可以了就啊！可以吃了。现在是浑的，看这个水。那都是淀粉，还没沉淀。你懂个球？你这分的都看给的机会要不然你哎，那2袋子打给猪吃。